那我觉得哎，今天我又开始可以学到新一篇的上人的法，好，那我就会去探索啊，今天上人会跟我讲什么，就是在看的时候读完以后哎，就在人生学了一课。所以阅读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啊，我觉得是一个心灵上的成长。哎，我感觉到很蛮受用哈，上人的一个深入浅白的法语，就是每天都与法相会哈，心不离法，法不离心，法入心，法入心，渐修渐悟。因为它里面讲得很好啊，上人的书里面每次都劝人向善，都劝人苦说好话，心想好事，然后又会教我们很多正信啊。仔细的去读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原来所有的上人书籍呢都是一步一步的引领看见我们自己。所以我常说啊，学佛不是要去为了看见佛陀，而是遇见自己，那个才是重要的。当社会的步伐越来越快，阅读能让人放慢脚步，沉淀思绪。当人心在名利里迷失方向，阅读就像温暖的太阳，能照见本性。在这日新月异的时代，如何让更多人接触阅读呢？今天的大马慈济情，让我们来看看慈济志工罗锦荣善用科技，将证嚴法师的书化为有声书，让法在空中飘扬。另一名慈济志工叶永和则深入经藏，用心推广阅读，希望证嚴法师的书可以在社区里广传，让更多人受益。68岁的蔡美桃，每天结束了家庭工的工作后，就会前往马来西亚槟城静思堂值班。空闲时，他会打开手机里的社交平台，收听一则空中法水的分享。空中法水啊，是在2年多之前，刚好有位师姐，她就来到知客室。他就开着他手机，我就听到这个声音就很好听，那我就问他这是什么来的，他跟我说是空中法水，因为师兄在讲上人的法，那时我没有这个手机，所以就没有好听到咯。但在很好的因缘下，我的干女儿是送了我这个，他说给你去做慈济用，所以那时我就有这个手机可以收到这些平台哈。啊，那时就在读书会里那个平台，我就每天有好听到上人的空中法水的分享，是哎，我感觉到很蛮受用哈，上人的一个深入浅白的法语，也的感恩维耀师兄每天都在空中播放给大家听到哈，就是每天都与法相会哈，心不离法，法不离心，法入心，法入心，渐修渐悟，也时常会警惕我们自己哈。比较有时比较深入深的啊，我看的比较不大明白啊，哦，但是这个比较浅白，但我时间又不是很长，所以就比较受用了。55岁的罗锦荣拥有一把温暖的嗓音，他最大的嗜好就是唱歌。3年前，他突然灵机一动。朗读证严上人的书后录了起来，以便开车时可以播放聆听。其实我会读过一遍哦，然后间中可能发现一些字它的读音我不很肯定哦，然后我一个就是一个幕后的老师哦，是文人需要一个资深的老师，他却帮我师姐早安，以下这一则是明天要分享的。师兄，这个字呢读着就好像听着。下一则的录音就是给这位师姐请教这位师姐在发音语音方面的一个
准确性啦，所以他就会来分享说，哎，这个师兄你应该读哪一个音啊，这样啊。我觉得我要很慎重啦，因为是读上人的书啊，也希望能读得准确一点。后来他把自己的录音传送给几位慈济志工一起分享，志工又将之传送给其他人分享，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而成就了如今空中法水的这个空中平台。110个人。以前没有阅读习惯的他，因为录制空中法水的因缘而开始培养了阅读的习惯，阅读更陪伴了他度过丧亲之痛。在这个空中法水这阅读就是每次在分享，其实每一天我起来我都会很喜悦的心情，而且有非常感恩的心，因为这机会可以把上人的法传给世界各地的法亲们。那我觉得，哎，今天我又开始可以学到新一篇的上人的法，好，那我就会去探索啊，今天上人会跟我讲什么。所以我听的，我就是在看的时候读完以后，哎，就在人生学了一课。所以阅读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啊，我觉得是一个心灵上的成长。在三个月前母亲很不幸的往生，所以在当时我真的很不舍，很放不下。每天早上就是在空中法水过后呢，我就开始为她，就是早上帮她洗脸啊，帮她冲凉。但是她的离去我真的很不舍啊，又怎样不舍呢？她已经离开人间了哈，所以那种心情，那种悲感还是停留在很久很久。然后我就在那个时候呢，就翻看了之前我读过的、分享过一本书，就是《说法无量亦无量》，说里面有说到一则哈、就是关于两三则，关于对生死离别的一个我们讲去看待，觉得人生就是个舞台哈、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人间，就是当我们演完了以后，当然一定有人先下，有人还在舞台上，所以我的母亲年老了。他一定要下台嘛，哈，他已经缘尽了，就要祝福他，给他下台去。每天短短几分钟的空中法水分享，看似简单，其实里边涵括了无数的心思和用心。全球的法亲家人、师兄师姐们。大德们早安，非常欢迎您收听今早的空中法水分享。今天的分享来自《上人》这本书，警示智慧爱。我们进入了第二卷智慧第九章，谈到修行。今早要带给您的分享取自书中102页，说到一切为心造。其实我录制的过程呢，其实很简单哈、开始的时候需要用到电脑，然后一台手机，然后当然是一本书啦。在家里用这简单的工具和抱着一颗诚挚恭敬的心，他就这样每天在空中与听众们分享证严法师书里的智慧以及阅读的喜悦。从开始一个人的操作，后来他的用心也吸引了几位慈济志工加入分享的团队，自愿帮忙录制钢琴演奏和古筝奏乐来搭配他的朗读，也有志工帮忙将他的空中法水分享到网络平台，以便让更多的人接触。是分享上人的书本，就可能用慈济的歌曲会比较适合，所以我就把一些之前有弹有录的一些慈济歌曲，那就把它发给维耀师兄，然后从这边维耀师兄就加入这个空中法水。但是有时候可能会读错字，
还是发音不准，我就会把它重录过，甚至有时会花一个小时只是录一折，但是顺利的话不到五分钟我就做好了，哎，不顺的话我就声音讲得不好听啊，然后太声这个音乐的声音太大啊，然后我的声量太小啊，我总之我要感觉上听觉上要很舒服，然后我就觉得 OK， 这我就可以把它就是把它 save 起来。从这样少的听众到全球的一些分享哈，我有听到很多师兄姐的回馈，有一些非常感动的一些回馈啦。这些力量呢，就是给我继续每一天就是要做这份分享哦。师兄师姐们给我的鼓励，就是变成说我一本再一本一本读，已经读到第五本了，到现在为止。从开始的第一本书，就是年年少三愿，接下来呢就是说法无量亦无量，第三本书呢就是欢喜自在，然后第四本呢是清净的智慧，然后现在所分享的就是净思智慧爱。所以我觉得我受益的是最多，因为以前就是没有什么读书嘛哈，所以变成说无形中这空中法水变成了一个使命啊，然后无形中我每天读的我都会印刻很深刻的进入我自己的脑海里，好，所以在间中也学习到很多上人的法，然后怎样去看待人与事啦。我们每天都要跟人家互动，啊，就是跟家人、跟同事、跟朋友，无论多好，每个人都有习气啦。所以经过了就是每一天的一个沉淀，就是读了上人的法，所以怎样都好，我觉得都有很大的帮助。去警惕自己说，哎，今天我的言行举止，也不能有出错咯。所以我时时刻刻都上人的法，就是会在我的脑海里，就是每一天读了，就是给我自己一个警惕跟鞭策自己啦。这个空中法水，这个有195个人哦，第二台有百多人哦。等一下，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有413个就是听众在听，而且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啦。从事服装行业的陈爱珠，工作繁忙，经常需要在外跑业务，在工作的空档之余，收听空中法水，可以让她沉淀下来。我每天啊，有时啊，都人家是给闹钟吵醒哦，我是听到这个声音醒了，哇，收到了，起身就看，哎呦，我要师兄5点多罢了，看到他的这个空中法水，我感动到了，就先按来听哦。起身一早就看听了，那听到好的，不是听一次啊，听了又听，听了又听。因为会有时啊，我有这个习惯嘛，因为有些啊，觉得非常的好啦，我会寄给我的朋友，因为我会了解我有些朋友他需要啊，好像跟他比较，他比较能跟我谈他心事，哎，觉得这不错啊，我就会自动寄给他们。在不同的空间，我们吸收的话，每一个人所去感受。或者是吸取的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只要有开来听，他都能够给人家受惠。每天早上要上班还是睡醒的时候，如果有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一个空中法水听下去，其实对我们一整天发挥很大的作用，所以一天的开始都是有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分享。对，因为我感觉到这个空中滑水哈，它比较是个很方便，让大家都能听。因为它里面讲得很好啊，上人的书里面每次都劝人向善，都劝人口说好话，心想好事，然后又会教我们很多正信啊。此刻要带给您的分享。其实书中102页，善用科技的发达与方便，罗锦荣将证严上人的书籍，透过声音
传达至网络社交平台，虽然只是每天短短几分钟的一段文字分享，却可以让大家一机在手，就能随时随地的在空中与法相会，聆听上人的叮咛与智慧。曾经当过中小学导师、训导主任等职的叶永和，投身在教育界十余年。2001年，他任职慈济幼儿园院长以及慈济人文学校校长，并举办一系列青少年、大专生的营队，同时也是慈济志工培训的讲师。所以透过读上人的书籍之后呢，我才发现原来也是一里通万里彻啊。所以呢只要自己在里面去琢磨，尤其是上人的书在编辑的部分啊，它不是只有看而已，可以先看到整个的脉络。所以我觉得说上人的书籍啊，有做这一种的骨架脉络和甚至这种细微的一个编排呢，它就像到我们心灵的屋子一样哦，从屋顶大到四个支架，然后大到里面的一个内涵。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子透彻了，看到了上人的书籍，所以就逐渐的说好，上人的书它其实可以推广的。以前纯粹为了自己而阅读，后来他发现，原来阅读也是可以传法，让更多人受惠，因此也渐渐改变了自己的思维和阅读模式。当然首先要带着一个喜悦的心去阅读，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啊。那为什么要带这个喜悦的心去阅读啊？我们说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嘛，然后有时候志工也很忙哈，那当然是抽空时间，只要发现说哪一天比较有空档的时候呢，抽那个一两个小时。本身阅读上人的书籍呢，有个人的一些习惯，也叫做一个小技巧哈。那个小技巧是，我会这一个时刻，比如说，哎，我想要了解哪一个部分，然后呢，我就去找上人的哪一本相对应的书呢来读。然后这个对我个人来讲，我会起着这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譬如说，我今天是要承办的是一个活动啊，那我就开始去找上人的那里足迹，谈活动应该如何承办。当然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烦恼啦，哦，所以这个烦恼呢，我也会去找上人的，比如说回归精神本性啦，啊，上了很多的书籍，尤其是那里足迹是一个最根本的。那其实那里足迹呢，是后来我读了很多的上人的书之后呢，我发现所有的书籍它最后就是到最终的一个原脉源头了，我们叫源头，就是来自于那里足迹啊，因为那里足迹呢本身就是上人的日志啊，就是上人的随时的行脚。透过那里足迹呢，我们可以看到上人的日志之外呢，可以感受到上人的德恨，也可以看到慈济的理念，甚至可以看到全世界的慈济宗门。然后再从理念跟宗门这个部分呢，就开始去延伸啊，延伸很多上人的这个近似的丛书。所以一般上呢，我会一面读，然后呢发现重点的时候呢，当然一个是摘录咯，一个是发现。那我发现那个也让我的时间不够用，然后呢我后来的读书我都会摆一台电脑啊，摆一台电脑就读了之后呢，发现那个文字很好，上人这一句话呢，它在这书籍里面它是一个精华的一个部分，那我应该怎么样把它截录，然后呢变成一个分享的段落，然后我就会直接输入电脑那个文字里面，然后呢过后再做这个 PPT。 所以呢以前读书的时间呢，我可能是两个小时或者是一天我就可以阅读完一本就是里面的精华，但是现在不行了现在必须因为要做一些摘录啊，做一些目录啊，所以就相对都会花一些双倍的时间，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是值得的。那个值得是因为后来我觉得我会更深入的去探讨这本书的内容跟精华。2014年，他走入慈济净师书轩，以传承净师法脉为主轴，全马巡回分享证严法师的著作。挑战跟困难肯定是有啦，譬如说
很多志工会讲说啊、那么厚的一本纳履足迹，然后也读不完，对不对？然后呢，买了之后也摆在家里啊，然后又做读书会的时候呢，也不容易啊。然后呢，也有人就会讲说，哎呀，反正有大电视台嘛，然后反正有月刊嘛，然后反正还有很多的Facebook 啦等等都可以看到上人的法，我又何必执着于一定要读那里足迹呢？我本身的感觉啦，是刚才所讲的都有理由，都有原因，但是少了一个，什么叫做完整性？好，完整性。所以那里足迹呢，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篇章，它不是断章取义的。我们可以从大台看到上人谈水灾也好，谈灾难也好，但是它背后的意义跟价值呢，也许没有播出来。唯有透过那里足迹，才可以看到上人思维的全貌。所以我觉得说，为什么一定要去更深入的去了解？所以我常说嘛，你要怎么样去了解慈济，你唯有读懂上人，你才可以看懂慈济啊。这是目前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一块，读懂上人，看懂慈济，这个才是真正的看到了我们的一个净思法脉的全貌。多年来用心阅读一系列的净思书籍和经藏，在潜移默化中，自我心灵成长得以提升，在面对烦恼和难题时，心念更容易转化，除了自我的受惠，叶永和更加广宣证严上人的著作，视为自己的使命与责任，希望透过自己的分享，让更多人接触证严上人的书籍。阅读有许多方式，可以坐下来慢慢阅读，也可以静下来细细聆听，日子再忙也别忘了时时滋养我们的心灵，为自己预约时间好好阅读。阅读一本有智慧的书，就好比遇见人生的导师，指引我们正确的方向，让我们能时时保持自我警惕。最后，愿你证严上人所说的服从作中得欢喜，会从善解得自在，祝愿大家福慧双修。今天感恩您的收看，我们下星期再见。